以前公司代言一些日本的胸罩、欧洲的胸罩品牌，就真的会找模特来拍，外模又很正，有没有？那时候还小，就很羞涩，然后哇，那么大，该不会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出国的原因吧？没错，还会对我们小孩笑一下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小孩看不懂嘛，其实也没什么都懂。以前觉得皮肤白的才是美，一白遮三丑，年轻人就是喜欢五官立体的女生，结婚娶老婆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嘛，一定是要找适合的。年轻人都喜欢 CK 的那种。我在国外的时候，朋友都会讲说 ，CK 在我们外国就是菜市场的东西。他说为什么在亚洲就卖那么好？我觉得 CK 的东西，它的材质其实没有很好，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又已经是中国制嘛。我也算我自己用我们的东西从小用到大，我都是穿我们自己日本制的裙子，因为很多是我留学时期穿到现在都还没洗破，然后颜色都还在，然后都没有褪色的东西。要我买来换，不好意思，这没机会。